情丢丢哪不错，谁人放得开，谁人看得破，一心受尽情变卦，一世魂飘无留名，无分无怨的运命，怨一声，世事千万般，情字最难写，叹一声，心事百心痛，什么是宿命？一盏过一盏，一山过一山，回头一个看，回头真足疼。一阵风中冷冷的笑声。无必要为我做遐多，你做搁较多，嘛袂改变我对有情人的看法。我无想要改变你的看法，有情人是阮爸爸，毋是我。遐产业拢是伊的，敢毋是？你莫甲代志搞啊遮尔复杂，我即马只是一个未婚查某囡仔的男朋友尔。你走，我话甲你来往。你给我一个理由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若无我是袂放弃。我讲过，咱的家庭生活背景，咱的观念，还佮咱接受的人都无共款。趁咱还袂开始交往，有甚物感情，用得煞煞。确实，这是你给我的理由，真歹势，无我都说服我。我只人管你的代志，将来要考虑人的看法。我要让你知影，你是全天下上幸福的人，我是你上好的选择跟依靠。你别记住我好不？请你回答我好不？多谢你，替我破病的时阵送我回去。多谢你的关心，也不过我还是无法度接受你的追求。请你将你的心放伫一摆比我较幸福的查囡仔身上。还是一句话，你来需要我的时阵，大声喊三声我的名，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头前。各位大叔，
咱开的时间啦，也超过遮尔多啊！新民公司股东代表呢，甲即马还袂来，我看咱会议先开始好了吼。小等下，嘛小尊重一下大股东。阿勇，搁看阿公阿泰，我也占一半的股份。若要讲话，应该袂比你较细声。啊，无要等我就开会，啊是安怎？ 天无日头啊是，无当顺溜。嘛，请你有淡薄仔时间观念。阮开会时间是10点，即摆拢已经几点？敢讲你若无来，阮这会都变开啊。文忠，过去阿泰伫我身边迄边的时阵，都毋捌开遮济会，想当啊甲海邦啊规矩遮尔多。我要知影今日董事会主席是啥物人，我也要求今日。 一定要选出董事长来主持所有事务，啊！若我黄新平，希望头一遍董事长这个位由我来坐。会议拢流程的，麻烦你尊重大家好不？黄小姐，啊，刚刚你拢无看，大家这么无尊重我，对我要插哪唔插？阿泰虽然呢，还袂趁钱，还佫伫开钱的阶段啊，也毋过。 最起码我伫阿泰还佫占一半的股份呢。请问一下，伫开发的阶段，你敢有开着半仙钱？你讲这话，面拢袂红啊？好，既然大家要有甲这尔歹面相看，会用的，甲董事长算出来。要若无，我无相信今仔这个会你开的咯。 干嘛呢？你叫我来当海邦的人，主导整个阿泰通勤董事会进行。这么重要的会议，能赚大钱的事件，哪会让你这种人来插脚？水总啊，阮即摆是咧开阿泰董事会，你有啥物资格来参加？刘平，我有阿泰一半的股份甲权利伫咧，所以我尽我这义务来开这个董事会。 原来你呢？你想啥物？你敢无阿泰的股份？摕一张我出来我看。水总啊，我遐股份不过是暂时寄伫你遐，你真正当作你是新民的代理人哦。王董事长，各位董事，今仔咱来开这个董事会，是毋是要证明家己有咧权利才来开这个会呢？ 报道我相信大家拢有看到啊！我是新民公司新任的董事长，所以呢，我有咧权利来参加这个阿泰这个董事会。最主要，你这个董事长不过是挂名呢，你凭什么大主大来参加董事会？幼妹，你不是讲你已经破产了，现在怎么搁讲本董事长伊是挂名？你到底在讲啥？王玉兰小姐。 你即马应该我断绝关系啊！你莫阁叫我，阿勇，我一定要亲身来参加这个董事会才行。黄队长，你即马即时甲我出去。应该出去的人是你。你来创啥？参加董事会啊！安娜，袂使哦。哼，你唔好白给钱。你公司所有的股份拢跌下伫我的手头，今仔我要叫上这个董事长，上就是董事长。队长啊！ 这样，我看上国家再讲，黄水泉无资格开这董事。阿勇，你开一个嘴，甲大家讲什么？这是大股东。各位董事，阿泰股份呢，确实是海邦甲新民公司呢，一人占一半。阿勇听到无？听有清楚无？ 新明兄，我的话你嘛甲听有清楚，海邦是甲新明公司的合作，并不是甲你个人合作。啊，既然你甲公司牛头乌人，你无迄个权利啊，当然嘛是甲新任的董事长来开这个会议。你听有无？听有清楚无？阿兄，赶紧甲这假包的董事长甲我赶出来。哎，请。阿雄，我私下要甲你讲一下。
哎呀，歹势歹势，大家继续开会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家己干干，阮先生是干海边，当初了，来请。阿勇，原来你早就知影我甲高芬提起家己真啊借钱，你今日故意搬这出来，是专工要我歹看的。嘿，新明兄，遐济啦，卖收气啦。 我要来知影讲你提高分去甲林真啊借钱，我嘛是甲其他二只查某公司破产。阿爷，阮头姊妹拢是你咧骗人，你瞒天过海，讲我较想要你，连我都互你暗干着，无需要踮遐口舌。你安尼用心计较，骗某骗囝，目的是要家己做你只。嘿，一面啊，敢讲你眼中敢若金钱？ 无任何的亲情是？无唔对啦，我就是提亲情要甲你换这个二十亿。我即摆无啥话通讲啦，总共一句，你答应我的，我是要来提钱的。歹势，我即摆无方便，过几两礼拜才阁讲。过两礼拜，你明明知我后礼拜我付钱给丽珍啊，要若无，我会过分，伊给丽珍啊提去处分。你是故意要看我倒？ 你明明知后礼拜我要付钱给丽珍啊，要若无，我会过分，伊给丽珍啊提去处分。你是故意要看我倒？新闻刚刚这么大，你有啥就倒。你是故意要看我死啊？啊，你若真是讲遐尼不幸，到时阵我会烧苦分给你啦，二十亿是先五厘，我就袂减。你即摆是拍算无要付这个二十亿？我无讲我无，我是讲我无方便。 我听你的话，你就无拍算要付这条钱啦。阿雄，啊，你过去是守信用，讲话算话人诶。进前吼，我有好咧甲你讲，赵玉兰若转来连锁贵族，迄个月莫甲你摕。 连我你个阿太有占一块股份，迄是你讲唔肯的哦。你坚持讲吼，你唔是要卖走我囝？那既然你家己这样有情有义啦，我若是付你钱，敢是咧侮辱你？所以我甘愿失信，我就袂用咧提钱来侮辱你。你嘛唔通忘记，是你家己开嘴，我要用钱来买我甲玉兰的亲情。亲情是无价啦。 我会感觉是讲二十亿先过少啦，我考虑一下，我到底要开偌济钱，才会当满足。你唔通袂记，咱两个有签协议书，白纸互你，互你袂当借无你。你冒犯我，讲这件代志袂使讲，是也袂使有别人知影哦。迄是你讲，唔是我讲的哦。你会当无收信用，我会当歹相你。好啊，你去判伊告啊，假使讲你若是告赢，这条钱我马上付。 啊！你若是无钱，我请律师咧。我会使叫谢尊替你拍一场的官司，到时阵啊，我会请玉兰、甲阿英姐啊来法院旁听，让大家人拢知影你是安怎做人的翁婿，安怎做人的老爸，安怎爸母甲爸囝。但就是我唔敢。你连家己的外兄兄弟你都敢害死啊？你有啥物唔敢？我希望你即摆是来告公去。 你跟你受够，我无一定会输。哪会臭命臭死，跟你换这二十亿？我会安尼做，我会跟你结婚哩。你好好想看下哩。假使吴新平若真是敢拍官司，这二十亿我嘛是爱付。不过为着玉兰甲世尊，我一定爱坚持落去。
其实吴新平一直咧骗你和马英姿啊，伊哪有破产？我借伊钱，主要就是要看伊到底咧变啥吧。阿姊，你哪有可能借伊这么侪钱？伊是透过分水组出面假借的啦。是啊，玉兰，吴新平摕就是钱，万达要创啥物？绝对不是外口所讲的已经破产。那安尼，伊讲迄间租厝。要让人查访，嘛是骗人的。伊现在连这嘛爱骗我。因为这名号了受歹啦，你甲想看卖咧，乌心平，迄个乌就是乌心看的乌啊，吼，伊安尼无歹无做啊，无天无地无神无鬼，讲道理啦，吼，你真安尼讲对。无必要为着伊艰苦啦，伊根本就法度甲你乌家做厝补掉。也毋过，伊一直利用你的感情，利用你的善良，目的。就是骗恁亲生妈妈留给你的祖厝，这种人，你根本无需要介意啊，带两什么情分啊？我是替我妈妈感觉唔得。你有啥物通唔得嘞？还是敢那你会相信？吴新平和明宝，根本哦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两个拢倒好好的。哎，因哪有离婚啊？我搁看到因哦，手牵手有讲有笑嘞，我含大兄亲目睭看到的啊，对不？最近叫我来问你啦，是要处理你的股份，也是要还钱？我都讲过啊，时间都还未到，啊，你是咧急啥啦？我是无急的，只是你讲这两天要发消息，但是一直无好的消息传出来，加上你伫海邦开会，又搁去让人甲你洗面。我看你是无路通好去啊！我命真准嘞，你免想要看我死啦！你等下认真啊讲啦，我底下给伊个股份，我提当啊处理，我连本带利还伊十亿。免遮尔啊野蛮哩！即嘛毋是讲你要处理，认真就互你处理。所有股权拢你认真的手上，你若要处理呢，你家己去甲伊讲。水泉兄，我拜托替我探听一下，咱要甲李姐阿讲，爱什么条件？那这我应该你斗三工，也不过我也是希望你还钱哩。阿奶呢？你乌心平要还钱的机会，看出讲你连这个金家母都收袂掉，阿奶你一世人扣干。我马上来找。你家己好，你也想看卖。遐若地震，你平嘞，我通替你走一下。我就出来。嘉雄这张协议书，毋是讨无钱，只是我若硬要讨这20亿。就一定要烧过十法年，那安尼玉兰甲金英一定会知影这个代志。唉，假使若无这20亿，我底下给你真遐股份，唔着去便宜，那安尼我一无所有。咱搁予伊翻身的机会啦，要甲讲条件，免讲，有这条件提钱出来还我，啊，若无，大家照伊所行，迄就是上好解决的办法啦。哎，洪水总啊，你即摆是伫替吴新平讲话哦？啊，对方有意见，我嘛必须要转达一下。搁再安怎讲？我嘛是徛伫咱这边嘛，对无？阿雄已经对伊信心啊咧，所以阿雄不可能提钱出来借伊啊。我这边看。快一边去对总钱来行，水泉，这代志卖搁插，除非伊和你联络，啊，若无你拢卖搁插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
我有件代志要跟你参详的。我跟你讲，阮莎拉虽然回去澳洲啊，也毋过并无代表讲伊甲世尊是无缘无分咯。你敢若袂参详看尊尊啊？世尊会甲玉兰做伙，啊，阮莎拉是要安怎呢？世尊是有甲我讲过啦，伊讲哦，莎拉要离开台湾之前哦，有诚心去祝贺伊和玉兰啦。啊，敢讲莎拉无甲你讲？真是是安尼。嗯。你袂晓敲电话去问看卖咧？世尊甲玉兰啊，原本都是一对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哼，偷看咧。你安尼讲都唔对啊。当初我带莎拉来的时阵咧，你为头咧看个脚咧，为前胸咧上个后斗咧。你咪一直拢作恶路的，敢毋是咧啊？对啦对啦，林莎拉命袂歹啦，也毋过伊都万玉兰一骹步啊，人世尊甲玉兰吼啊感情真深滴，啊你要拆嘛拆袂开。你我拜托一下，你肯定莎拉嘛，伊条件袂歹啊，一定我都找到真好的对象啦，啊？是啦，即阵啊。这代志哦，我真正较歹势啦。啊，总共一句哦，有缘无分啦。我这做老母的人，我总袂使用强的啊，迄嘛无法度的啊。这代志一定解决啦。叫你真正答应，甲我底下给伊的股权，摕到银行借钱是伊，人讲是比登天搁较困难。但是到这个地步，就叫阿成甲投资林贵的迄个五亿，先抽转阿行李金啊，先过这关再搁讲。多少？啊，这么上班时间呢？你突然间约我出来？想什么重要代志啊？有代志要跟你参详一下。我投资你迄个五亿，先抽出来还我好不？多少？啊，你不是讲你要全力支持我投资天母迄个开发？啊，即马第一条钱才回来无一个月呢，你怎么总是抽得？阿叔唔知有急用，你放心啦。等我这关也脱过，以后你爱偌济资金，我拢应付你敢搞。你哪会安尼啦？那你我的信用不是破产去啊？你到底有什么用？啊，钱是我给你的呢。啊，抽这个周转子就给你报告个才清楚。无啦，多少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啊，即马迄条钱已经回去共同的口座内底，迄个口座搁是林桂莲你管啊。我即马要将钱抽转来，上少要给林桂莲一个理由嘛。但你嘛知啦，林桂莲这个人这样欠卡啦，无你教我要安怎讲啦？才让将钱抽转来。你顺便甲讲，你日本的家族临时需要用到这条钱，啊，借周转一个过几个月，钱就搁回到你来。非得这条钱啊，目前也无多运用啦。我相信你用这种理由甲林贵莲讲，伊绝对袂拒绝你。好啦，我再转去哦，甲伊参详看卖。千万别去参详看卖嘞，啊，确定才会用的。我这关也拖无过哦，江山去了了。好啦。我即马就转去哦，甲林贵来讲嘛。王八娘，你存心要看我死？你唔知我伫你身躯边，早就安排一只机子啊伫遐。等我即关也通过，看阮爸仔囝，安怎联手来收你去？我一个日本朋友来啦，我去看伊。对了，你慢慢的。伊去阮爸爸办公室啊。安娜，你有代志要找伊哦？是啊，有淡薄代志哦，要甲伊参详啦。安尼，我来打电话叫伊回来。没遐着急啦。
先进来。你回来哦，再搁讲啊。阿贤，你唔知影啦，我妈妈真登卡床，伊特别来去阮爸办公室哦，无伫遐甲卢家宏爸爸甲伊赶，伊是袂主动回来。我来打电话去。妈，你总算回来啊！我拄好打电话找你呢。你要找我？什么代志？阿贤讲有代志要甲你讨商。好啊好啊，看我今晚心情好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做你讲。妈，我看你自礼拜到今嘛，拢一直笑眯眯，是啥物欢喜的代志？拄只我去给你爸爸遐啦，听到乌香瓶闹开台，我就愈想愈欢喜。阿伯是啥物闹开台？煞唔知哦，乌香瓶破产是假的。伊搁走去开哦亚太董事会，结果咧，互恁地精阿金毛改洗面，讲我闹开就我闹开。阿伯破产是假，阿伊是安那边咧做？为着要骗过咱的钱啊！这阵哪有啥物钱通好伊骗？哪会无？张春芳哦，留袂少遗产给过咱。伊假意骗过咱讲哦，伊破产，啊，即马住迄间厝哦，要发遗产好。伊骗过咱啊，家己阿母留予伊的财产，袂予去还贷款。阿伯已经遮尔好个啊，哪连这阵这点仔钱嘛要骗？人若擦脚擦手，恶性刁骨，唔是要骗人，就是要害人。你敢知影？伊哦，连甲你阿母离婚嘛是假。我定定刷落来哦，都话要说给你阿母嘛。阿母一向无咧插代志，伊甲阿母离婚是会用说给阿母啥物？我哪会知影？我也无参像这样赶巧啊，那约会出，伊到底是在秘啥物吧？敢讲？杜尚甲伊某假离婚，目的是为着要设计我。我就是讲，伊真正对卡萨有情，买受我的心，将来受伊利用。哎，阿贤，歹势吼，啊，你唔是讲有代志要跟我参详，什么代志？哦，我是想讲，请夫人哦，拨一时间啦，咱去设计师遐吼，看设计图。啊，无问题啊，时间你安排，我配合你。好。文章，什么代志？四点半呢？四点半？四点半是要开会，还是搁有啥物其他代志要做？平常时你毋是拢会提早下班去洗车场，替芊芊倒洗车啊？安怎？你家己毋免去啊？芊芊哦，伊根本就拒绝我家己倒三工啦，去嘛无路用。伊总是认为讲哦，甲我这种企业家第二代交往哦，到尾也一定会吃亏的啦。所以即马哦，看到我哦，袂输甲看到鬼的。哎，会当离偌远哦，就离偌远啦。迄是因为哦，伊阁无了解你啊。伊若是甲你交往较久咧，伊就会知影，有你这种男朋友哦，是伊一世人上大的福气。福气哦。伊若是会当甲你同款哦，安尼想就好啊。莫遮尔无怨气，一点打击算啥？坚持落去，我相信芊芊总有一天哦，一定让你感动的。我看哦，还是要冷静一段时间哦，才阁讲啦。你即马愈变哦，伊想愈远，无效啦。是来找你讨论文章的，你哪有啥物好讨论的？
是不是因为你应该会感觉出来，我那是真情体贴，我真认真个查甫囡仔，查甫囡仔真适合交往的对象啊。我承认伊是一个真好的对象，也不过我甲伊无适合。阮娘这个人真体贴，真辛苦，搁真认真。除了家世好以外，互你无自在，应该无什么缺点啊。除非你有门当户对的观念。你会当无迄款观念？不过我袂当无，我妈常甲我讲，好嘢人的饭碗无遐尼好捧。我若继续甲文忠交往落去，将来注定是悲剧收尾。既然知影是悲剧，我何必都爱硬播落去嘞？戏还袂播到最后，你哪会知影一定是悲剧收尾？人伫个讲，事在人为，人生的剧本会咱家己写的啊。我相信你若是对文亮有信心，你一定会当写出一个真精彩的剧本，要参照即卖安尼。什么剧本？参照《灰姑娘》同款，凭一支玻璃鞋啊，就甲王子做伙，一世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好野人，思想都拢遮尔天真是。王小姐，我知影你今仔日来是好意。想要说服我继续跟你阿兄交往，也不过，请你看清楚现实。我无参求你，逐天闲闲，唔免烦恼食穿，用去做一寡美梦。我必须要做事，我若无趁钱，都无法度维持阮家的生活。所以，我无迄个闲工夫会当做梦。请你转去，转告文忠。莫阁浪费时间在我的身上。你认为文忠在追求你，是在浪费时间，还是你认为讲，你大家有代志要做，好野人囡仔都唔要认真打拼，应该大家适合去佚佗。假使讲你有这种观念，就表示讲你对好野人有偏见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对好野人有偏见。迄是因为你无了解好野人。是。我是无了解，同款的道理，恁好野人对阮这款善食人嘛同款无了解，所以你嘛是对阮有偏见啊，这就叫做门不当户不对。安尼你了解了无？你有这种观念，我无好多勉强。啊，不过我干那想要提醒，就是讲你真正会当想会通，就应该甲文娘交往。虽然伊毋是百分之百完美，啊，毋过至少伊有一粒诚恳的心，请你好好想看觅，看是你对文亮的感觉较重要，还是门当户对观念较重要？来找你，你不是已经下班啦？哪会回来？我无想要回去啊，嘛唔知会当去倒，就倒来办公室啊。嗯？是安怎无想要回去？哦，你一定是知影讲我来办公室找你，所以才等我对吧？你个水面啊！我是无想要让我妈妈知影讲，我已经知影伊甲我永伯伫联络个代志。知影，免怎甲伊讲，伊破产是假。你应该互你妈知影吼，你永伯为人啊。我妈即马大工都伫咧厝诶，等伊敲电话转去，伊遮尔快乐，
我要安怎忍心拍青叶美梦？但伊以后家发现，不是搁较艰苦。有幻想总比无幻想较好啊！至少即马袂搁流目屎啊！我是来想无，已经这么有钱啊，是安怎搁袂满足？到底搁想要啥？人欲望哦，是无得满足的。乌心病哦，就是讲永远袂满足的啦。所以土狗袂使来讲哦，伊是乌心肝的乌心病。阿雄啊，啊你是走倒去啦？那甲即久才来？我著甲林贵人哦去看设计图啦。伊哩甲设计师哦讲伊家己的意见，才拖到即马才转来。对啦，你敢有甲提起资金部要调转来代志？伊安怎讲？当然嘛无问题。啊，钱本来就是我的啊，我要将钱抽转来，伊当然嘛无意见。啊，来来，什么时阵钱会当给我？我急用。讲哦，可能过两工才当给我嘞。都还过两工啊？这钱是咱的呢，除非把钱调去别的所在用。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钱是咱的啦，也毋过是咱家己将钱汇入去伊的户头的。我总袂用一时一刻哦，就叫林贵人将钱领出来给我。万一伊若是去怀疑，以后是要咱合作啊？其实爸爸吼，嘛是去给人误着啦。过两工就过两工啦。是讲这条钱对爸爸来讲足重要啊！你千万唔通甲我误着呢。袂啦，杜三，我是你的后生呢，将来我会帮你牵绳的，我哪有可能误你啦？啊，对啦，杜三，是袂当哦，请你先写一条飞哦，我卡上。写飞？是啊，我要来台湾进前哦，卡上一直交代我，叫我无论如何哦，一定要找到你啦。啊，今晚哦，我已经找到你啦。啊！你暂时哦，搁无法度去日本看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哦，先写一条要给伊，让我叫伊放心。啊！爹来讲嘛是有理啦。这么侪年无看啊，我应该写一张批，好好甲安慰一下。是啊。新平，你找伊，敢牵线我？提五月给我投资，还无一个月，都是借口，想要套回去。你根本就是船班，背后对林贵人无法度交代，将来才好受你控制，在海旁替你做代志。你的卡上根本就无情无义，我假离婚，想要欺骗阮母仔囝的感情。我即卖就无够给你用假心机，别哭，我目屎。像你可能看无，恁翁写的日文是啥物意思？比较附上中文的翻译，请对照看，你就了解意思。尤其三十多年来，我时常怀念，甲你伫咧东京樱花树下，到底散步甜蜜的情景。
我无时无刻拢在思念你，盼望有一天会当甲你去见面。我真正迷茫啊，想袂到你竟然替我生一个这么壮哉的后生，实在让我感觉真感动。尤其我亏欠你真多，请你等我，等我台湾的代志处理了过一段路了后，我会马上飞去日本跟你团圆。爱你的心病。哪样呢？哪样呢？这段关系上家有什么目的？是要破坏我和心病的感情？不慌不忌呀。一张相片，心明要跟我结离婚，唔都是设计好的，伊就是要恢复自由，回去日本找伊的旧爱人。新兵少年的时阵，伊捌去日本读册。你甲伊是前后期的同窗，对无？对啊，啊伊大我一年，是我校长啊。那呢，我问你，迄个时阵，新兵是不是交一个女朋友，叫做尤其？你哪知啦？这个就是迄个尤其，对无？是尤其啦，那恁是咪伫咧等下台湾甲我结婚之前，伊伫咧日本都甲尤其是一个后生，唔都是真的？哎呦，啊哪有这款代志啦？你是听谁咧乌白讲啦？小芬，你到即摆都要替新平安康心？我哪有咧替新平遐安康啥啦？啊，伊咧日本读册的时阵哦，开始有这尤其的女朋友啦，啊，不过伊等下台湾甲你结婚了，伊都唔捌甲伊联络过啊。那有可能有后生啦？你哪会知伊无在联络？你看，这就是新兵写给尤其的批。批内底是毋是写讲，伊真感谢尤其甲生一个后生？新兵是毋是搁讲，伊时时刻刻拢在想伊？是不是准备跟我离婚了？都要等去日本跟伊团圆。今日在日本，伊早都已经有某有囝，想到搁要等来台湾跟我结婚。小姐，我要买花啦。哦，头家娘，有人要买花啦，麻烦你来一下，我来送花。你找阮头家。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你买香槟给我无？你走啦。倩倩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听我讲啦。你走啦。倩倩。你走啦。
完妆了，芊芊。好。